市上，区委常委、副区长谢义维，市公共工程建设中心主任顾胜杰，以及珠海交通集团施工方代表共同为项目点亮启动球。谢义维在仪式上致辞时表示，机场北快线串联斗门区、金湾区及珠海机场，对促进区域联动发展、为我区产业发展提供强大支撑。项目动工建设吹响了斗门大交通建设冲锋号角，将为支撑产业第一、实现城市跨越、落实民生为要贡献交通力量。据了解，机场北快线黄洋大道至珠峰大道段道路等级为城市快速路，北起黄洋大道，南至珠峰大道，全长约8.6公里，以红星路为界，分为南北两段。此次动工建设的是北段 TG1 标段。机场北快线黄洋大道至珠峰大道段作为我区首条南北向的城市快速路，那建成以后呢，将会把黄洋大道和珠峰大道两条主要干道串联起来，为锦岸新青片区新增一个快速的通道，在缓解城区交通拥堵的同时，也满足了居民快速出行的交通需求。机场北快线北段工程是珠海市快速路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承担了整个的骨干路网的快速交通转换功能，是珠海西部城区的一个关键工程。北起黄洋大道，经过县道981龙井公路，穿越的司马山，南至终点宜湾村的红星路，全长3.9公里，该项投资是17.8亿元，工期为3年。按照城市快速路的建设标准的主线是双向6车道，地面为辅路为双向4车道。今天我们开工的 T1 标就是起点开始黄洋大道，全长是340米，计划工期是300日历天，主要的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桥涵工程和路线工程。据介绍，该项目是我区大交通战略建设规划的项目之一，建成后将为锦岸至新青片区新增一条快速通道，有效缓解斗门主城区交通压力。那么南北向仅仅依靠一个中兴路是非常的饱和的，那么机场北快线的建设可以有效的分流中兴路的交通压力，同时它又是条快速路，可以实现南北向的快速联系，大大提升了通行效率，提升群众的出行幸福感。这条路串联了锦岸城区黄洋工业园和新青工业园两个产业园，是落实产业第一的重要一条路，可以盘活周边的一个经济产业，同时更加便利的交通也能吸引更多有实力的企业入驻，大大提升了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记者了解到，机场北快线黄洋大道至珠峰大道段北段工程其余标段正处于施工图设计阶段，南段起点为泥湾村红星路连接北段工程，终点为珠峰大道，对接湘海高速机场北支线，道路等级为城市快速路，两侧设置辅道，其中主路双向6车道，设计速度每小时60千米，辅路双向4车道，设计速度每小时40千米。目前已明确项目总体建设方案。